你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？ 同学都这么帅，他们高中颜值是不是要逆天啊？小哥哥来娱乐圈啊，这颜值完全不带怕的，智商这么高，游戏又棒，粉丝说不定比乔晶晶还多。我不服，我不信。晶晶啊，你同学不错啊，智商颜值都有保证，对后代好啊。快谈恋爱吧，一起打打游戏，别做单身狗了。你吐槽人家老了，可你也不想想你是他同学，年纪一样啊，人家没给你怼回去，脾气挺好的啊。诸葛亮简直太帅了。 好帅啊！我不是肖晶晶的粉丝，但是我宣布我被他同学圈粉了。航天设计师又在上海，那应该是宇航研究院的吧？我有个同学就在那，我要去打听一下了。想办法把这个热搜撤下来，要快！各种营销号媒体都打招呼，不要提于老师，已经提到的都删掉。我们没刷呀，这是自然上的。 我知道，总之不管什么办法，快点撤掉。我不想于途被过分关注。为什么？你都拉他上台了？我不知道他还要回去搞科研，娱乐圈这么嘈杂，会干扰他，而且在研究所也不能这么高调。明白了，立刻去弄。哎，于老师要和研究所，没跟你说呀？ 今天好患怎么没来啊？他有说口无遮拦，我考虑了下，还是不让他知道你是谁比较好。刚才你在台上说你的职业是航天设计师。 已经考虑好了，打算回研究所了。是的。什么时候决定的？去西安的时候。好。那什么时候去上班呢？明天。 这么快啊，晶晶。我可能不能送你生日礼物了。 我在前面地铁站下车吧，这里回去很方便。林姐说一起吃夜宵庆祝一下。
我就不去了，明天还要上班。再见。你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？你属于遥远的世界，而我属于另一个世界。属于另一个世界。